宝贝联盟，我觉得会更拼了，毕竟宝贝联盟会想把输的讨回来嘛，对不对？对。而且狗哥的话中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认为第一人是应该是他们输的。当然，我相信一席之地除了我之外了哈，好，我只是帮唱哈，就是他们肯定也觉得我们相信是值得的，所以这两个这样大战起来都不服气。对，新仇旧恨。我从里面抽出本身变吃瓜观众了，现在就是去为我们把链子拿回来，做好我们自己的宝贝大联盟。我们今天真的是来赢的，我们不会对狗哥和他的宝贝们心软的。宝贝大联盟这一轮出现在改编赛的三位 rapper 是 Pepper TGT 刘炫廷。他不看起来好乖啊，学长学弟的感觉。一席之地即将出战改编赛的 rapper 是王以太、艾克。哇，这两个挺狠的哦。两组联盟的初赛 rapper 已经就位，那么这次你们要改编的是对方的哪一首歌呢？今天我们改编的是 MC 哈豆热狗狗哥的 Hip Hop 没有派对这首歌。老实讲，其实有点紧张，艾热王以太这两人组合。作为对手的话真的是很难打，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能有契机把狗哥的歌进行一个改编是我们的荣幸，也希望能让狗哥为我们感到骄傲。我们要改编的是来自杨和苏的大反派。有点意外，虽然说今天对方改的是我的歌，但是肯定是我们赢。应该为这个联盟承担一些责任，提起精神了，我们真的应该就是不要再做一个宝宝了。宝贝大联盟一席之地，请派出一位代表石头剪刀布决定出场顺序。你去你去，炫廷去吧。石头剪刀，后面上还是好。对。不，不。好。那我们先唱吧。啊。也可能是奇招，期待。